2021南投国乡全国配甲比比赛，国家六月也就是23几年内就要举办的。国乡乡公所就特别到比赛以前，先拍一摆，听一摆的上台的梅合会，希望有涵盖到同好色国乡甲比的民众，有机会透过到同站台的也到上台的，同时每周的听农民前到涵盖到的行走通路。工作人员同嘉宾泡好了后，临时开放本所有人入场试饮。礼拜国小乡公所举办个梅合会，有当多系嘉宾经营饮食。今年特别来买国小好品质个嘉宾上台。那我们就特地来这边帮我们的消费者找不错的咖啡，这样子。那我自己是买到2支很棒的咖啡，就是回去跟我们的店的客人分享。我总共买了30公斤，那我全部都下注在水洗这里的。你个人的喜好，调整一下你要哪一支豆子啊，就拿就可以的啊。所以这场梅合会我觉得办得非常成功。郭向雄嘉宾农表示，礼拜个梅合会规天当严条，爱参加3天应战。同时，经过评审，达到80分准评级，将是得提供上头。乡公所希望是得对农民有实质帮助。这个梅合会对我们产农来说我觉得帮助实在蛮大的。而且我们提供豆子要先经过备测，确认我们的品质足够来参加这个梅合会。你喺伊咧开端啦希望吼，因伊个台面下做点吼，陆陆续续的交流啦都会。希望吼，咖啡商吼来采购因俩国姓乡的优质的咖啡生豆。国姓乡公所农经科表示，第一摆期盼届咖啡上头梅合会，由19届农民提供上头，现场卖起当好，总共卖出280公斤。乡公所希望未来是得持续来期盼，为国姓咖啡寻到行较多个通路。客家新闻李鹏奇南投报道。